人恩利。天梯好罗，我哋就取材自我咯。有人听过天梯呢首歌，我都有知道呢个故事。其实就系喺一个深山嗰度，嗰个有两个老人家已经饮咗好耐。咁个老人家就花咗好多年嘅时间，就为咗个老人家做层做层楼梯咁样去起出嚟。咁呢个戏嘅爱情观念系至死不渝，喺对方心默默守候。好啦，咁啊到你隔篱嗰位靓女啦，阿靓女阿欣眉啊，陈欣眉啊，你又介绍下角色啦。我咧就叫做外替，咁咧今次咧就系一个好，佢系一个悲剧人物嚟嘅，佢系一个好惨好惨嘅女仔嚟嘅，佢咧系好孤单，同埋屋企人啦，佢冇咗个依靠，佢对人生系冇晒希望嘅，总之全部啲最 bad 咧，最唔好彩嘅嘢都系发生喺佢身上。咁但系咧当中咧就会遇到阿 K K。呢、这個充滿愛嘅 K K， 就係佢博我之中其中一個啦，係咪愛人啊？